学折纸艺术，动手又动脑。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。有位网友在折纸王子微信公众号留言板留言说，想学一下水母的折法。今天我们就来折一下。这小的用的是边长21厘米的正方形纸，这大点的用的是边长30厘米的正方形纸。推荐你用30厘米的纸来折。下面我们开始，我们继续接着上一段视频操作。我们先看这个面儿。我只演示这一面，然后剩下的三个面用同样的方法操作。我只演示一个面，先看中间这个部分，按照这些折痕来回的做翻折，先沿这个第一个折痕翻折进里面，先把它。
选第一个折痕，往里翻折。这两层纸并到一起的，一起折。再沿下一个折痕往外翻折。好，这样一个面就完成了，还剩下三个面，用同样的方法操作。这个面，然后侧面的这个面，这一侧这个面，还剩下三个面，剩下三个面我就不演示了。好，我大概的讲一下大概的步骤，翻到背面，处理中间的部分，中间的部分来回的折完之后形成这样。接下来操作这个角，把它来回的翻折，按照折痕。好，左侧收完是这个样子。接下来用同样的方法收右侧，把这个角翻过来一下，收右侧。好，右侧也收完，形成这样。接下来沿中间的线把它对折，从中间把它分开，上面的纸层并到一起。下面的纸层并到一起，沿中间的线把它对折，把这个角放到右侧一下。这一面跟这一面用同样的方法收一下。好，这一侧完成之后是这个效果。接下来放到背面，这一侧用同样的方法操作。好，这一侧也收完，是这个样子。这段视频先到这里，后面的过程请看下一段视频。你现在看到的是最后完成的效果。它的视频教程一共分成五段，看完本段视频，你有什么疑问或者建议，欢迎给折纸王子留言。